我给叶罗丽补充能量，我也给叶罗丽补充能量，姐姐，我也给叶罗丽补充能量。哎呀，为什么补充不了了？我再试一次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大家都能给叶罗丽补充能量，我却不行？小妹，我头顶的数字是6，小贝头顶是3+3，3+3等于6，大宝头顶是2+4，2+4等于6，所以他们两个可以给我补充能量。你头顶的公式是3+5，3+5等于8，所以你只能给唐三补充能量。哇，原来是这样，可是我也想给叶罗丽补充能量啊。那这样好了，你说出来一个3+6的公式就可以了。我想想，等于六的公式有哪些啊？你们知道吗？嘿嘿，我知道了，1+5等于6。太好了，我马上就能恢复颜色了。切，别得意，一定会有人喜欢我唐三来给我补充能量的。太好了，我要给唐三补充能量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小雪，你头顶的是7+1，所以不能给我补充能量。我知道了，变。这下我就可以给唐三补充能量了。太好了，我也有能量了。叶罗丽、唐三，我也不知道要把能量给你们谁。你应该给我。才不是呢，应该把能量给我。我头顶的是4+4，4+4等于8，那我就给唐三能量吧。叶罗丽，我现在的能量可是比你多，一定会有人再来给我能量的。我来给你们补充能量了。王后，你是要给我补充能量吗？不是的，我是要给叶罗丽补充能量。太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家小雪最喜欢叶罗丽了，而且我头顶的算式答案也是等于6。那好吧。嘿嘿，我来了。你头顶怎么是0？奇怪，那这怎么补充能量啊？对呀，数字0，你和我们都不一样。嘿嘿，我才不是给你们补充能量，我可是来捣乱的。是吗，唐僧、叶罗丽？我可是可以给任何人能量的。你们俩谁更厉害，我就把能量给谁。我更厉害，我可是有最强的5魂。切，我才更厉害，我可以保护所有人。明明是我更厉害，我更厉害。哈哈，太好玩了，我就看着你们吵架。唐僧、叶罗丽，你们不要吵了，你们都很厉害。黑眼魔王是骗你们的，他是数字0，没办法给你们能量的。糟糕，被发现了，我走。变。太好了，谢谢你精灵仙子。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